空虚寂寞冷，来看鱼儿说电影。今天带大家录一部十分辣眼睛的犯罪片《惊世狂花》。女主大波妹是老大的女人，一天遇见了帅气的女修理工小美，突然意识到谁说两个女人只能成为闺蜜，那岂不是浪费了两个极品包的呀？大波妹找借口让小美来自己家修东西，修着修着就玩起了诗情画意，还准备一人整两口小酒，来她个一醉方休。大波妹意外看见了小美的纹身，还告诉小美自己也有一个，不过看一眼挺费劲，你要不要看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爱情的小火苗不知不觉就腾腾燃起。正在这时，大波妹男友小白回来了，小白看见大波妹的样子，还以为自己头上又添了一抹心绿，刚要暴揍小美，却发现这是个女人呢，虚惊一场。到了晚上，大波妹又偷偷溜出来了，回想着白天甜蜜的回忆，还有点难以忘记，两人在车里又捅咕到了一起。不过两个人在一起偷摸时间长了，难免有摩擦，这和性别没啥关系。小美说，我特意搬到你的隔壁，结果你这音效有点太刺激啊。大波妹也不高兴了，人家和男友俩人毕竟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，也不能说分开就分开呀，更何况她的男友还不是一般的角色。小美说，那行吧，我撤了，我们各过各的生活。大波妹回到家，意外看到小白在家里教训偷钱的手下，顿时心情就不太美丽了。她抱怨道，你不知道我晕血吗？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我过不下去了，我要找我老实人嫁了。大波妹晚上又来找小美，大波妹说，我想好了，我俩远走高飞吧。我男友在家里教训他偷钱的手下，那个手下偷了200万，我们把钱偷过来以后就不愁吃喝了。大波妹回到家里看见小白正在洗钱，对，钱上溅满了血，你洗洗亮去。大波妹和小美的计划是这样的，在小白老板来取钱的早上，由大波妹打碎小白的珍藏美酒，然后大波妹出去给小白再买一瓶。那时小美偷偷溜进来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撬开手提箱把钱换走。大波妹回来的时候，小白已经要哭了，百万美金变成了两摞报纸。天天的小白以为一直和他作对的小强偷走了钱，根本没怀疑大波妹。大波妹想借着这个机会离开，又被小白拿枪留住了。到了时间，老板来到小白家里拿钱，结果发现了两摞报纸，很不满意。小白看着死对头小强得意的脸，别提多闹心了。小强的老爸也就是小白的老板，这也是站了起来，都是一家人，把枪放下吧。小白一枪把老板放倒了，再一枪又解决了死对头小强。大波妹吓坏了，赶紧给小美打电话，这小白不按套路出牌啊，我俩的计划是逼他逃跑，他却玩了一个见招拆招。这时小白刚好进来了，看见大波妹慌张地挂了电话，以为他是向公司总部揭发自己。小白先是把大波妹绑了起来，隔壁的小美听到了动静，想来解救大波妹，没想到也被小白制服了。小白把两人分别绑了起来，质问钞票的下落，刚问出个眉目，准备去查证一下，没想到撞见了自己老板的老板。大老板说，你那个手下偷走的那笔钱为什么还不送上来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小白让大波妹配合自己演了一出好戏，成功骗过了大老板。但是你做大哥好多年，难道你都不打开手提箱看看有没有钱你就走了？小白来到了隔壁，找到了百万美金。大波妹趁小白不注意直接开溜，和小白兜了几圈，不知道从哪儿捡了一把枪回来，指向了小白。看着被欺负的小美，上去就是一枪，这小白应该已经怀疑人生了。这个故事充分说明，女人一旦帅起来，可能就没男人什么事了。好了，想看完整版视频的朋友，还是微信搜索公众号鱼丸电影。本期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